我喜欢你，你吃屎我都觉着你牛逼。我不喜欢你，你吃屎我还是觉得你牛逼。总之你吃屎我就觉着你牛逼。很多朋友问我，女孩能不能说相声啊？啊，你给一个机会让她踹一踹嘛。哎，让她尝试一下。你想，女孩说相声漂亮，是啊，穿个小旗袍往这一站，对对对，叉开到这儿，哎，撩下来。哎，你这是配俩门帘子出来的，嗯，旗袍开叉吗？不，没到这儿。那开哪儿？开这儿？开哪儿？开到这儿得有中分，嗯，开大胯。开大胯，大胯往那一站，嗯，又可爱又漂亮又性感，哎呦，哎，再一说相声配点音乐，那个感觉我跟你讲，那个抚慰，那个，哎呦我去，这个来点 music， 还有音乐呢这，哎呦我天哪，不是，都说你们不能做相声，这怎么这吃错了药了？不信呢，说吧。媳妇儿，快跑快跑，爸爸赶紧快跑，你们俩快点，快快跑啊，快点，哎呦，赶紧跑吧，快别问了，怎么着儿子，哎呦，快跑吧，爸爸嘛事儿啊，这不没吃过猪肉，想看看怎么煮袍吗？我是不是欠你工资啊？啊，你多钱一个月？3000呢？欠你几个月？3个月啊。一共多钱？那一共呢？我算算啊。上劲了啊，上劲了啊！你看这都得算来。归零三零零零加三零零零加三零零。归零三。漂亮，漂亮。还算啥呀？一个月欠3000，欠3个月，这不乘法口诀吗？张嘴就白吗？3×3=6吗？对，6000。有一种人平时看起来没什么特别的，但是当他一笑就特别好看。啊，头发新染的颜色好看吗？哎，好看的，这什么颜色啊？啊，发型师随便染的颜色啊，我也不知道什么颜色。我新买的手表没看见吗？还问我什么颜色？什么颜色？手表很贵的。你饿不啦？啊，我老公给我准备了好多吃的，都在我的包里面，全部都给你吧。哇，真好！有喝的有喝的，来，给你拿着。啊，你老公好好。啊、还有吃的全部都给你吧。哇，你老公好疼你哦。还可以。什么老公还可以？老公还可以。哭泣，抱，看见没有？哭泣，啪啦，哭泣，啪啦，哭泣。哎，你这杯子挺好看的，哪儿买的？嗯，杯子吗？嗯，对啊，挺好看的，上面是大理石一样。这是朋友送给我的。杯子，戒指，钻戒。大师点出夕阳红，别再发微信给我发背景，或者钓鱼执法官。那些愣头青还敢冷流星，看我把大师打转。大哥别杀我！我把枪都给你。丹丹啊，能不能给我买瓶这个？茶几喝下，这叫茶派，什么茶几呀、啊？你数学老师是体育老师教的吗？那好吧，我也是醉掉了。那我能不能买、啊？这个糖量太高了，你喝这个蜂蜜抽子吧。蜂蜜抽，不是蜂蜜柚。那这样，蜂蜜抽子。好，那就这个吧。对，抽你的小命，走。老板买单。姑娘，您在这儿是干嘛呀？我在等菜。等菜？等人家买剩的。那为什么要吃剩菜呢？哎，我爸跟别人跑了。哎呦，你爸是做生意的吗？江南皮革厂厂长。冒昧的问一句，他是跟你老姨一块跑的吧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啊，卖包的都这么说。猜硬币，猜对了，这个100块就是你的。好。来了啊。好。几年的？
去，遗恨千古一别如雨，引人随风去。